我要拿那边，你裤衩给倒上。那你不在这面洗啊？来来来，咱俩调。我说那边顺撇，干活还找撇。老爸今天开始在这儿整这个苞米篓子了，在这个土下边要砌一道小墙，然后这块到时候都给它铺平整了。这是老妈昨天帮别人晒的土豆片，也马上要干了。砌这个墙得用多少砖呢吧？院里那些旧砖够吗？一千多呢。嗯，这块的砖都是从院里抠出来的旧砖，然后那边挪的新砖，到时候再重新铺回到院里。院里旧砖抠出去这么多了。老爸先砌墙用的全是这个旧砖，然后砌完外边的墙再重新铺这个院，就瞅着更好更平整了。这玩意就是没啥用性，你把我们家还用不上呢，没地方搁。卖了，相当的我就给卖了。妈，你先卖那纸壳子和那个矿泉水瓶吧，这个门才给8毛钱呢，来收废品的。这都是平时攒的纸壳子和水瓶。纸壳和水瓶多少钱一斤呢？6毛钱一斤。这个要不要这个？要，这也好。这个啊。这个呢？这个不要。啊，这瓶子不一样价。这个要不？要，一共打包了这些，现在上秤称一下，6毛钱一斤。这个不要啊，不收啊。那个有水泥，人家不要吗？不要。嗯，你要能卖进去拿去，不要钱。我搁俺家也没用，也得冷。一共卖13块钱。嗯，一大堆就卖13块钱。你要这一大堆，就这一块钱得超过他。先不卖了，铁门。嗯。昨天糊土豆子，把这块撩黑了，我用那个这个油污镜把它擦了，喷了。昨天就是开门，要不开门也不能黑，是吗？开门撩的。好使，喷上就下来。还是这灶台好哈，埋汰能擦。真的好擦呀！瞅瞅，喷上就下来。顶上这地上再喷点那喷豆。好好使的，看是不是擦净了？嗯，擦完瞅着就干净了，放亮了。这下我爸就不能捣鼓了。